Hello，又到我们那个泡面开箱的时间了。OK，这个是在全家买到的，全家便利商店买到的，是味王的干面达人十三香麻辣拌面这一碗，建议售价23块。因为我发觉我现在那个虽然订阅了32个，可是有些是比较年轻的。18岁到，等于说我现在客群是18岁到65岁都有啦，主要还是主要的观看人都是30几岁到40几岁的占大多数，可是有18岁的，等于说有些年轻大学生有时候，哎，你看有时候晚上肚子饿，不知道吃什么，你看全家就在你家，OK，而且现在进门你家就是你家。全家现在进门很多。因为我这个频道还是以金门为主哦，等于是说现在有全家便利商店有卖什么东西，我就可以来 po。对啊，像干面，等一下我们还喝这个全家买得到的。OK，两个比一比看哪个比较好喝，配这个干面，这才不会比较干的哈，因为那这个毕竟是汤干干面。面要不要？哎，等一下喝看啊。OK，我先拆一下这个，好，包装是这样子。OK，建议说就23块啊，很便宜啊！都肚子三更半夜肚子饿，尤其我现在观看的年轻人比较多了哈、泡面吃得起吧？晚上肚子饿吃个泡面哦，因为我的频道很少都拍那个很贵的，都吃那什么意大利的，我相信我那个也是没有很多人在看的，所以我会迎合大家拍一些大家喜欢看的，吃得起的。哦，尤其学生嘛，是不是？搞不好对吧？像我们这种年纪的都可以吃得很贵，可是毕竟我要看我的观看的年龄层啊。OK，它里面是这样子的，一道这个，包这个而已吗？还有没有别的哦？对啊，就是干面而已啊。干面而已。哎呀，是麻辣的。OK，干面而已嘿。来去泡啦。他说要泡3分钟，然后把这个放上去，汤倒掉，搅一搅。就可以吃了，好了，暂停了，OK，好了，OK，3分钟了，OK，我水已经倒掉了，吃干面就是要快很准，OK，十三香麻辣拌面，OK，新口味越出越多哈，没吃过了，开箱给大家试试看，开箱把这个加下去，干面，哎呀。看起来很不错很油干面可是很便宜哦，是不是？那量感觉还不错哦。我发觉大家都蛮喜欢吃干面，最近，而且大家哦，干面越出越多了。最近呢，好阿伯，什么拌面啊，什么一直越出越多。宅经济哈。有时候下雨天啊，台风天在啊，家就可以在吃。家，我天天看看哦，赞麻辣哦，的嘞，啊，麻辣的嘞。有花椒香气，来搅一搅。现在那个有特价啊，买2碗多少钱？啊？2碗多少钱？要看那个。好，现在是有特价了啊。活动快结束了哈，想尝尝味道可以去试试看。味王的哈，这种有时候特定的通路才有卖一些比较不一样的，其他通路都买不到，对，是不是？哦，我那边要看那个什么小厨师的，一碗泡面要100多块，我想说买拍给大家看，有没有想要看？想要看可以比留较下特言，好不别好？可以在泡面下面留下言，我的，就会去买想来拍。要吃什么口味的，在下还是面有留推荐言，的，对，我们再去买都来没有看，人留言，我怎么知道大家想要看什么吃泡面，什对么吧？又想要吃什么？你就想要看那个什么一碗300多块，我会去买拍给你看。小厨师那个100多块，什么什么那个你半斤半肉啦、番茄的啊，还有那个什么。什么什么那个，老婆肉，什么榨菜肉丝，
我是买拍给你们看啊，看好不好吃啊。嗯，才不让你们踩地雷啊，踩我的地雷就好了。踩地雷。OK， 有点渴呢，我先喝一下这个两罐红茶。哪一罐比较好吃？古早味红茶跟百香果绿茶。古早味红茶了，我先看看，去掉去掉。嗯。古早味，看有种尴尬。嗯。有呢，哎，不会太甜哦，嗯，蛮多的。哦，吃干面一定会口渴嘛，哦，来，吸一口看干面。那量蛮多的耶，可是面皮不知道是不是我喜欢的，因为未央的面都是这样子。嗯，嗯，味道不错，可是这种面皮圆的，我比较不喜欢。很奇怪啊，固定厂商的那个面皮都是差不多。嗯。花椒味蛮重的，花椒味蛮重的，咸度刚好。只不过我觉得这个面皮，我可能比较不喜欢味王这种面皮。老实讲哦，嗯嗯，会不会太好吃啊？好不好？嗯，啊，再来一个这个。再玩再搭另外一种口味。嗯，吃干面很腻，真的。太干了。太干了。我比较喜欢泡面皮，是有点像，就像那个满汉大餐这种面皮，边边宽宽的。嗯。嗯。百香果，绿茶，嗯、看这味道。配这个辣干面，哪个比较好？酸甜酸甜的。嗯，看这是酸甜的。酸甜酸甜的百香果绿茶，这一样都是全家买得到的东西啊！看一下，看别人这样。哦，酸甜酸甜耶。对哦，酸甜酸甜，百香果弄下去就会酸酸的。哦，我觉得百香果这个味道配这干面会比较好。嗯，真的啊，你要不要吃看看？不用，不用，不要入镜，因为我们的订阅可能是有喜欢看你，都男生的比较多呢。喜欢看我，还需要你的出马？嗯，真的。喜欢看我，啊，你不是这边嫌我，你是这边嫌我。这个没有牛的啦。因为这边是搞简单的，在。不会不会不会。你看你这面皮，你喜不喜欢？我是比较喜欢薄咖喱这种面，味道什么都还不错啦，花椒味的，嗯。哎，摆一下正一点哈，十三香 ，OK， 好 OK。老婆，我讲对不？嗯，不错哎、欸，不错哦，嗯、加麻加麻的哈、哦，花椒的香气哦，不错哎、欸，嗯，好吃。你泡面要讲出来 ，OK 啦。嗯，面皮我比较不喜欢这种面皮而已，香味什么都 OK。面板可能要用那种比较粗一点的，我们每次宽板一点的，宽板的，宽板的有 Q 度的，然后它会吸附那个。嗯，哎，不然你看一下，那整体量蛮多的啦，嗯、香气什么都很棒，真的，很便宜啊，真的很重视这样子很便宜啊，嗯。你要不要喝看看那个？嗯，你先把百香果绿茶喝完，然后再喝古早味红茶。哦、你觉得哪个比较对味？我是觉得百香果绿茶配这个比较对味。你拍下看看。OK。我是蛮喜欢喝这种古早味的红茶要，真的很会煮。哎，它有古早味，不是不会很甜的。我比较喜欢喝那种古早味的红茶。嗯，对啊。外面买不到，那个要买来煮啊，买不到。嗯嗯，我们下次可能会，反正试试开箱很多啦，有泡面的啦，有便利商店的食物啦，我们都会陆陆续续拍啦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可以推荐大家，就会买来拍。有啦，有点那感觉。
点点哦，一点点而已哈、哦，不会太甜。够扎鼻那种尴尬，有啊，有稍微有。哎，比我们每次吃了这么多，觉得百香果绿茶会比较适合配这碗面、嗯，这碗干面，麻辣干面。OK 哦，是觉得那天那个素食那个好开胃哦，威力的那个哦，素飘香那一碗，嗯，惊艳。不错，三十几块有办法吃到，哇，那感觉好像吃的那个吃麻辣锅的感觉，嗯，太惊艳，而且素食又办法做成这样子，很难有惊艳这么惊艳的泡面，是有点像那个海底捞哦，哎、欸，有像哈、哦，海底捞我们海底捞那个哈、哦，每次刷一刷就有啊，对啊，海底捞那个锅底那个香香型的那个有像哦，感觉没有，我刚刚有形容，对，有像，蛮香的，你刚才没有讲出来哦。没有讲出来，有那个味道，嗯，还算不错啦，嗯，这种面不可能面体啊，什么味道你都百分百喜欢的，可是味道我喜欢，哎，那个酱料包很强，只不过这个面体不强，面体是腌的，跟那个它一样系列的是一样，面体就比较不强，里面会辣。一点点而已啦，香香的啦，稍微辣辣的。哎呀，好啦，嗯，影片那么结束了，要是有我们觉得还可以的东西，就买来拍给大家看。那喜欢看我们比较吃贵一点泡面，看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，我们可以。对啦，欢迎下面订阅那个。在我影片下面留言啦，看喜欢吃什么泡面，然后贵一点的，然后我就买来开箱。我们就买来开箱给大家看。OK， 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